今天我在水沟边，这里发现了一棵大的琼楼，好像有八片叶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平时看到的这个琼楼一般都是七叶叶子，不知道你们见过八片叶子的琼楼没有？你看，这个琼楼很漂亮，看这个叶子，两片、三片、四片、五片、六片、七片、八片，你看八片叶子。然后这里又长出了一棵小的，这棵小的就是七片叶子。看它顶部开的花，顶部开的花也很漂亮。顶部开的花是七片叶子，看，这是花蕊。这棵也很漂亮，但这个叶子就是八片的，今年长出了八片叶子。看这里还有小苗，可能就是它掉的种子在这里长出来的吧。现在把它的根茎挖出来看看，你看好像是双杆的，从这里长了两个杆出来，特别漂亮。像这两个小的就留在这里，等它重新长出来。这个茎杆也蛮粗的，从它的茎杆上面长出了两个杆子。看它的叶子长成了八片，可能是这个琼楼年份久了，就从七片叶子长成了八片吧。看这根梗子就是七片叶子，像这种八片叶子的琼楼还是很少见的，不知道你们见过了没有，很漂亮。